今日有到中埋一分鐘嘅時間，咁想同大家提大家一樣嘢就係咩咧？就係説話嗰陣時候，我成日同大家講話，喂，記住留意翻你揀嘅選項，要講佢獨特之處啊嘛，係咪？我喺堂上面同啲學生講，譬如嗰一年嘅時候，你問你老人家充實佢嘅生活，問你社交網啊、電腦班啊咩活動好啲，啲同學就話啊，電腦班好啲，因為活到老學到老。咁其實冇一樣嘢唔係噶嘛，所以記住呢樣嘢嘅時候咧，唔好大家覺得係 common sense 講時候咧，考試講嘅時候，你講你個論點嘅時候，好多時候唔覺意講咗啲大家共同具備嘅嘢，咁樣嘅時候會令到你成個論證咧係削弱咗好多。咁我想結合一份卷去講就係咩卷咧？就係綜合卷。綜合卷其實都會咁嘅。綜合嘅時候，你考試嘅時候成日都俾啲角度你嘅。嗰個例子嘅時候咧，就係譬如話青少年或者同埋學校、家長、學生角度。咁一定要扣呢個角度，呢個第一。第二樣嘢就係咩？近幾年嘅時候，好多時候考你方案選擇嘅，譬如三揀一、二揀一。譬如2017年嘅時候揀青年旅館，咁你講嘅時候一定要扣翻青年旅館，仲要扣你寫緊嘅角度，雙重扣題啦，咁樣先考試穩陣好多。教努力俾心機，拜拜。